好像在升国旗，现在是6:44，我现在太原站。我已经进来咯，8点钟，现在才6点多，可以坐1个多小时。我靠，太原站这个饮水机只有热水，它没有凉水。哇，这么热怎么喝啊？大家一定要带点凉水过来。现在是2024年9月10号早上10:18，我现在在大同，给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。这个是一个单间，然后一进来这里有个镜子，床，这个比较简单的，然后这边有个桌子，有个大屏幕的电视，看一下洗手间，啊，这边也是干湿分离的，这边有马桶。是这样，那总体是 OK， 还蛮干净。看一下外面，哦，这里是居民区，跟我在太原住的那个是差不多。哎，这里有三位老人家还在那唠嗑聊天呢。好啦 ，room tour 就是这样结束啦。那我吃完饭，我下午就会到，云岗石窟。